然后中午要煮什么菜啊？做猪蹄腾来过鸡，等一下看一下冰箱看吃什么菜。我挑两个菜一勺吧。要不然我就把菜一洗了，这样快一点。冰箱你看一下，看做啥菜。青菜哦。嗯。拿下来。嘿，给我挂上，挂上。挂在耳朵上。咋跟我一样？不爱玩，不爱洗，不爱说话。真的？你小时候就不爱说话，人家跟你同龄的都会可会叫了，你还不叫？你等到一岁三个月会走路，还会说话？才会说话是吧？看来他跟我一样呗。那以前我一直都逼得慌，逼得闭上了，照样可以干活。以前黄东一个侄女那个。真会说，跟你一样，可甜了。看我们这两个阿姨好，阿姨这阿姨那。可是你晃晃晃，等你会走了，你知道你干的啥？嗯。人家烧的那个煤灰，房东烧的煤灰，把它换下来嘛。你拿那往底下扔。哎呀，你等一下。吃完了。你把那煤灰哦，拿了这样，往底下扔。三楼诶，砸到人家了，人家骂死了。多大的时候？看孩子怎么看的？多大的时候？那时候是两岁多，人家骂死了。就长这个样，一模一样。一直没得玩。这以后也是一样，坏得很。你走起来这爬楼梯这样晃，可是看得害怕，可是走的还你自己还不害怕。自己糊的这样子上楼了，所以说啊，孩子都是天性啊，都是遗传的因素很大。不是你，我看了你，你也没摔过啊，后面摔了一次才严重的，绊到楼掉楼底下来的，哦，头直接砸到玻璃的那次是吧？对，你还记得不？记得呀，那时候是个1997年。今天是刚好，对，我就用这个锅熬出来的。可以。今天刚好。要早饿呢。那你我中午米饭不要吃了。你还有鱼汤呢。哦。你前面平常有时间就按去身份证摕倒。哦，身份证。哎呀，身份证去摕倒，摕倒啊！那个你交银行那个医保交社保，就问嘛，就当办了。医保，我那天去那个街道办问了，他说他那边就办新生儿的，他也不大清楚，他到叫我到时候打个电话再问一下。他说他们那边只办新生儿，其他像我们大人的，你这一个月的呀，他说我们这边系统办不了。好，他就这样跟我说。哦，到时候叫身份证办拿回来，然后再仔细问清楚。这边办不了，要肯定他也这边办不了，他肯定知道哪在要在什么地方办嘛。到时候再问一下。那天我还问老乡了，他们原来最早咱这社区没成立的时候，他们属于是新加坡那一块啊。嗯、然后当时在那边办的，后来现在他社区自己有了，应该是社区就可以办了。你捐过这边钱？没有，你看这里还有。啊，还有一锅啊。鱼汤。我真的不用吃了，我先吃了啊。你们先吃，我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，你不吃米饭了？我凉面，我还做吃。放这个回去。嗯，再见。刚睡。那抽烟机抽的臭着呢。来，还没洗，我下午洗洗。那把它清理一下，要不里面那油都全部粘住了。嗯，没洗，突然。火旺一点的话，那油面都出不出去。
颜色可能。嗯。刚刚叫，立马就睡着了，哎，困了。嗯，早上没睡。哎，困了还是咋？困了还是咋？啊，咱不吃，不吃白的。困不完还是为啥呢？闷闷的。能点赞了，能点赞。干嘛？有一个四个灯条，都是灭了。我看能行，东西换掉。灰专业的。来，看我片。每一个，哦，嗯，要香蕉，今天要香蕉。哎，我给你拿嘛，我给你拿刀切开嘛。你这怎么换口味了？要吃香蕉啦？圣女果不是你的最爱吗？等一下，奶奶切，奶奶切。等一等，不要那么急。切啊！就给他切那个块状的都行。这样子，都可以。让他自己拿，那我给他切小丁丁出来。可以，那放碗里，好不好吃啊？切。奶奶给你喂的好不好吃？有没有特别的香，特别的甜？来了，这个太大。家伙等不及了，哎。终于吃到了，你要哪一个？已经要点火龙果了。该咋办？答案会不会洗不掉？早打了呀！洗不掉，以后只能是让他家人跑了，要不咋办？再拿一块，不能浪费。对呀、啊。奶奶这接的真是准时。你看你，你这个也没吃完。来吧，过来，加油，过来吧，过来妈妈这里，甜甜过来，
哦。过来吧。帽子里面是谁呀？你把这打开看看。哇，沙沙沙，你赢了，是只小白兔。咱们再看看上一页，看这个小白兔。